鉴宝讲坛。邢军，我国著名的陶瓷、青铜器评鉴专家，艺术品高级经纪人，艺术品评估鉴定师，现任德宏首席专家。大家好，欢迎收看鉴宝讲坛。这期我与大家共享的藏品是紫砂壶。紫砂壶在当今收藏当中备受藏友所热捧，相对的市场当中也就形形色色的这个紫砂壶也就出现，通过各种手段进行包浆的处理，使得藏友对这个包浆这块也是分辨不是非常清楚。因为藏友们在所谓的这个包浆，我们都是通过了目测进行对它的这个包浆的这个分析。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首先以器型为标准。一个老的壶，一个所谓的大师制作的壶，他们在制作的情况下，他都是用尽了心思。所以我们现在讲述的匠心，在紫砂艺人当中，它的富有是最重的。所以我们首先应该是去看它的质实和它的样式，它的工艺，然后再去研究它的包浆。但是我们好多藏友现在都是去先研究它的包浆，其他的都会一语带过，忽略掉，反而包浆是现在做上去的，是通过了各样的手段。因为在市场当中层次不穷，有这样做的，有那样做的啊。但是实际当中，它一把壶的包浆在正常使用的一个过程当中的情况下，它的包浆非常自然。所以我们就去分辨它的情况下，就必须知道哪一种是自然，哪一种是人为处理。相对的，在这上面也就从藏友当中所讲的情况，两者界限不清楚。但是在我个人意见当中，我们首先看到壶的情况下，我们首先第一点必须看它的这个所谓的质实样式是否古朴，是否存在有当时制作的这个精心程度。我们怎么去分辨它的精心程度？壶在制作的情况下，我们首先要知道，它在任何一把壶制作的情况下，它首先是把壶身拉坯形成的，它首先是拉坯形成的，然后进行壶嘴壶把，我们也把它称流。所以从这上面，我们一定要，他们要有一个二次粘连的一个过程，他们进行的要二次处理。所以我们从他的这个地方的情况下，我们就要看他的精心程度，他处理的是否到位。在我们所谓的好多藏友都直接壶嘴壶盖壶柄三者都达不到一条线，都直接都是歪扭的，他都在自己认为当中是一把非常不错的壶。他从制式的标准当中就没有符合于所谓的大师级别，怎么能是一件不错的壶？而且我们在能感受到大师所做的壶的情况下，它这个流是非常非常自然。它在，因为壶在某种角度上它就是泡茶喝茶的，它要是食用，我们在去感受它的情况下，它倒水的情况下，它这个流的情况下，它是非常自然的，而且是下端不会所谓的我们一倒水它下面哗哗勾下来，它没有那个过程。这就是要去
分辨它的知识，然后就是我刚所说的它的工艺，它的工艺是否处理得非常精细，然后就是它的线条，它的整个壶的一个线条，它从它的这个壶身到流到瓣到钮，都要准确的对它去做分辨。我们在好多节目当中已经能谈到，甚至我们一些其他地方都能听到匠心两个字。所谓的这种匠心，它是一种执着，它是一种专注。在我们生活到现在的情况下，好多人因为可以忽略一切，只是完成了一个目的，而在我们所谓的匠心当中，它赋予的是精神。这壶会给你传输这种信息，你能从壶身上能感受到它的做工细腻，这就是所谓的你与这个藏品有一个直接的对话，你能非常清晰的能感受到当时在大师制作这把壶的一个流程过程精心程度。把这些确定好之后，再进行所谓的我们去看它的包浆。如意紫砂茶壶，口径7.75厘米，底径8.96厘米，带盖高10.08厘米。此如意紫砂茶壶呈铁绿色，表面细润，是以优质紫砂泥制作，壶身呈圆形顶形，造型极其大气，稳如泰山，弯嘴坚韧虚出，衔接精湛，壶身雕刻精致，通体包浆厚实，古意盈盈，有极高的收藏与欣赏价值。因为现在的紫砂艺人在当今社会当中也有非常多的这个知名人士，即使是一把新壶价格都不菲，所以我们对新壶和使用过的壶和老壶，把每个年代都要清晰化。再一个，制作壶的大师他擅长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工艺，他最熟练的是哪一块，这就得我们在私下多学习，多翻书，多找一些相关的资料进行充实自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把壶，它是由这个王银春大师所造。这把壶我们刚刚从它的一个器型当中所讲，能感受到那种所谓的是精心制作，能感受到是大师所为。在我们去了解是否是属于他本人，我们通过了这个资料也可以去查询，能了解清楚他是从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去世，然后他到什么时候，他到中年还是青年还是老年，他的水平到达了一定什么程度，在资料当中都能查阅得到。我们知道这个王引春啊大师，他是从13岁就开始学习了这个制作这个紫砂壶，他就拜师学习了3年之后，他就最先熟练的是他拉胚，也就是做壶身。在当时咱们所看到的资料当中的情况下，他在这个学习3年期满以后进行拉的坯的情况，从上海这一带都是非常有名的，都是非常被受影响。所以
从这些所谓的信息当中，我们再去符合于这个，把这些信息附着于这个湖的这个身上，作为正确的这个对比，它是相吻合的，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收藏的一个鉴别的一个过程。离开了这些，我们所谓的收藏只是为了所谓的谋取利益，那可能你没有谋取到利益，反而到里边放了好多自己的这个辛苦钱。只有了有所谓了，你从这个工艺当中，从这个学习当中，把这些所谓的一切你都熟知，你再去感受它的情况下，可能它会给你反馈信息，你只是大概所懂，这把壶不会给你反馈任何信息。你对制作壶，对壶的这种标准样式的这个制作以及线条的这个过程的情况下，你就会能感受到这把壶给你反馈过来的信息。所以我们在收藏当中的情况下，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再去所谓的看去看包浆，这才是一个完整，我们都通过镜头都能感受到包浆浑厚。曾经使用者对这把壶也是精心的保管，无磕无碰。所以在大家在收藏这个过程中，把细节抓准了，把特征抓准了，这对于这个以后的这个收藏道路，所谓的收藏生涯，都能起到一定性的作用。好了，这期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收看，下期再见。